什么花钱买官？这事儿我熟。道光年间，有个老板想给儿子买官，就让弟弟张成宝去操办。没想到出大事儿了，这是贿赂我的，这是给我的，不服报官去。嗯，你俩这银子咋是国库同款？我得赶紧通知万岁。什么？给我往死里查！结果一查，捅破了一个天大的秘密，禀万岁，这钱是张成宝从国库偷的。他谁呀？国库说尽就尽，他在国库上班。光天化日，那他怎么偷出来的？画面太美，无法描述。难道没人发现吗？能发现的都被贿赂了，而且什么？而且这是他们祖传手艺，从乾隆朝开始一直偷了60年，把库银从1200多万两偷得不到300万两了。什么？统统抓起来干掉！大部分已经享尽荣华富贵后寿终正寝了。什么？我的银子，我的大清呀！什么？免费分房？是的，居然可以按官职分房。程小丽，你啥身份呀？我是普通人，靠边站。何大人，我是一品，恭喜你20间房。我是4品，10间房。我啥也不是，就是一普通奇人。2间房，太好了。不过后来人多房就不够了，政策就改了。新规定，房子便宜卖了，一家一套，不许多买。何大人，我想买套总价1200的大平层，但是我钱不够。那就分期吧，首付500两，剩下的8年还完，没有利息。500两我也没呀，500两都没有。你这官大当的，但普通人买房可要操点心，搞不好就破产了。就你叫程小丽呀？是呀，咋了？你5年前买了我的房，现在房价涨了，按规定你得分钱给我。什么？那我房塌了？你会出钱帮我建吗？对不起，没这个规定。我这是作孽了，买个房。古人的钱是怎么变成纸的？最小的货币贝币随着人口增多不够用了，这可咋整啊？古人用石、骨、陶、铜等材质做成仿贝，照样流通。后来金属铸造技术成熟，各国还能自己 DIY 货币。楚国的羽笛钱、秦国的环钱、赵国的铲币、齐国的刀币都很有个性，可缺点是做不了国际贸易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这钱不流通。好，秦始皇可不答应，他统一了货币，全国都用秦半两，这回可以了吧？嗯，钱不够，可回去拿钱也太麻烦了吧。于是聪明的唐朝人发明了肥钱，先把铜钱兑成肥钱，交易时再兑回来，很方便。哪里方便了？我还要兑来兑去，不能直接交易吗？哎，宋朝就做到了，他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，可以直接交易。哈哈，我要收割全国各地，经四川地区私有。乾隆出去玩有多花钱？出游前亲王要提前帮皇帝出游玩攻略。亲王来苏州吧，哎，来杭州吧。亲王来我这儿，我这儿。亲王来我这里吧。哟，一定是个好地方。确定好路线后 OK， 地方官会立马开始筹备皇上的衣食住行，活都给我干仔细点，这机会可不是白来的。明白。除此之外还要安排随行的人员，像皇太后、妃子、大臣、侍卫加起来起码2000人打底。尤其是安保，为了确保皇帝的安全，侍卫都得是8旗子弟的精英。此外还需要6000多匹马、4500只船，保证水陆两通。嗯，把厨子也带上，学点地方特色菜。到了地方后，数百里内陆地和船上都要安排上戏台和歌舞表演，灯火通明，格外耀眼。懂得不错，通通有赏。我的，都是我的。不过因为太花钱，乾隆晚年特意吩咐大臣吴雄光，以后我儿子下江南，你可得拦着点儿。回唐朝，1两银子够你花一天吗？首先你要把银子兑成铜钱才能消费，大概可以兑1000文。嘿嘿，出去嗨了。先买吃的，唐玄宗时期竟然能买1000多斤大米。妈妈，我吃不下了。买一批身绢做10几套衣服也只要470块。想买交通工具，那可贵点儿。博斯公骆驼15000文一匹，竹爵敦马9400文一匹，世界牛4200文一头。客官要什么？我就看看。想买房，39卧大别野了解一下，首付4万文，圆明长安梦。对不起，我不配。想跟李白做朋友，酒钱你可不如。李白喝一斗酒要10000文。对不起，我们不合适。跟杜甫交友就很神奇，一斗酒要300文，加上菜肴请客吃饭700。
至800文就够了。老板，多加点肉。天哪，这不是太贵了！元朝疯狂定情的提货。元朝此地普及交易便捷，物价稳定，但元朝爱打仗，烧钱速度惊人，只能咔咔印钱，物价迅速飞涨。哼，这咋整？忽必烈下了一招五元行钞。至元宝钞上线，按规定五张旧钞换一张新钞，相当于你买通了100万，兑换后只剩20万。哎呀，老百姓也不傻，赶紧推着纸钞兑白银。可是都别闹啊，本国取消金银兑换。然而扩张还在继续，元朝征日本、征越南、征缅甸、征印尼，老百姓的钱也换来换去，不断贬值。哎呀，我的钱！到了元末，葱价比元初上涨了6-7万倍，买根葱都要推一车钱。至正10年，元朝再次增发新钞，制正交钞。结果，18年后，明朝建立。宋朝宰相的工资够花吗？北宋初期，如果你当了宰相，亲戚都会来投靠你，因为不用服役还减田租。你可真是全家的骄傲呀！这一大家子的，衣食住行、吃喝玩乐，一个月至少要花掉100万钱。哪有你小？我一个月工资有300万钱，还有小米100担，绫罗绢棉若干，总价值超过400块钱。这到底是多少钱呢？按购买力折算后，约等于今天17万，年收入超过200万了。这妥妥的高薪工作呀！可是到了南宋，因为战乱，物价飞涨，宰相年收入贬值到48万。我这上有老的，下有小的，可咋整啊？对于宰相秦桧就丝毫没影响，传说他贪污了6000万块钱，相当于今天56亿。怪不得南宋那么穷。别学问，别学问。乾隆一顿饭要吃掉多少钱？108道菜，那是满汉全席。富二代乾隆我都轻易吃不到。日常一顿饭只有15到25道菜，但是品质嘛。荔府芋头扣肉、米酒鸭、豆腐汤、冰糖燕窝、鹿筋炖肉、烧袍子肉等菜肴。这顿饭，要吃掉50两白银，50两，相当于今天3万。餐具也很讲究哟，有金羹匙、金匙子、金叉、金镶牙筷子、银热锅、银胎绿珐琅嵌宝石霸碗等餐具。价格嘛，1亿、2亿。吃不完怎么办？剩菜会赏给大臣吃。如果饭菜不合口，也要微笑着吃完。千万不能挑食，不然。但是赏赐多了，剩菜就没价值了。于是御膳房把剩饭以皇帝之食的名义卖到宫外，卖相好的供应大饭店给有钱人吃，残羹冷炙就做成杂烩菜，便宜卖给老百姓，是要排队抢才能吃到哟。你知道古人怎么存小金库吗？铺满是古代藏钱之物，现代的存钱罐就来源于此。这是我的压岁钱，放下。掩藏是常见的藏钱方法，但容易被梁上君子惦记。避藏也是十分流行。鲁公王扩建宫室，在孔家老宅墙壁中意外发现一批古文金篆。宝贝呀！古时的大官超爱窖藏，将金银财宝放入坛罐，直接深埋地下。最有味道的窖藏是埋放在猪圈、茅厕等地。商代青铜器后母戊鼎就是在吴家粪坑下被发现的。我不干净了。再后来就出现了南钱庄和北票号，票号的主要商帮是晋商，衙门的宗旨是诚信和团结，而钱庄的中心在上海，不是有钱有权就可以开，需要同行认同才可以。中国人素有勤俭持家的美德，古人的存钱方法流传至今，藏私房钱也是哦。汉武帝缺钱了，咋办？话说汉武帝打仗急需用钱，于是乡亲们，好消息，女孩15岁还没结婚，没了，提高户税。什么？快去挖去！接着提高个税。乡亲们，又有好消息了，小孩3岁就能交税了。哎呀妈，这么多啊，咋养呀？女婿，你等着，我去卖点盐。对不起，盐碟都收给国有了。哎，我去找亲戚借点吧。表舅，把你家钱给我弄去。小点声，现在做生意都得交税，有隐瞒要没收财产的。额后呀？什么额后啊？就是他偷税漏税。再找表姨夫试试。姨夫，你钱多吧？来得正好，陪我去买官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呐，
小官十几万斤，大官31万斤了。皇帝多少钱？最终靠着盐铁专卖、纳粟白爵、平准军书等政策，汉朝迅速攒足了本钱，把税都给赶趴下了。饿粮顿也值了。清朝时，国库的钱有多难偷？首先，国库只有库丁能进入，每次只招12名员工，你得先想尽办法抢占名额。爷，小小心意。不好意思，人招满了，你找别的出路吧。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你以为这就得手了？上岗后要脱光衣服进去上班，冬天能冻死你。不过也有好处，可以自备暖壶，将银子钉进壶里，混过出库检查。但到了夏天，这招就不好使了。看来只能试出我的独门绝技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楚大刚，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。嘿，哎呦！于是利用这个捷径就能夹带私货了。这手艺没个10年8年都上不了手。但是库丁岗位3年一换，任期满后只能被迫下岗。就教这么几年可不行，是时候把捷径传给我儿子了。过了几十年，国库竟然被夹走了900多万两库银，最终还是被道光发现了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都拉出去砍了。别学我，跟乾隆吃饭也要 AA 吗？什么？万岁爷请客，咱们花钱？万岁爷说要让大家有参与感。从乾隆15年开始，乾隆每年都会众筹在太和殿举行跨年团建。和珅，活动落实的咋样了？回万岁，这次团建特意选在了休息日，共规划了200桌，每个亲王自备8桌，郡王自备5桌，费了自备3桌，福利员工自带酒水，食材统一送到御膳房加工。不会有人下毒吧？万岁爷放心，他们的家谱我攥得死死的。那就开席吧。开饭。朕简单说两句，来，大家举杯。朕知道大家都发自内心的高兴，看有些人可能因为没参与众筹而伤心。没关系，明年还有机会，大家要相信，江山不是朕一个人的，全有大家的份。那为啥不现在分掉江山？恭喜这位员工喜中今年的头奖，族谱萧萧了，大家一起恭喜他吧。万岁爷，我刚入职，不清楚公司规定啊。古人为啥不去海边借钱？华夏文明发源于中原，而最早的货币贝币产自东南沿海，从内陆到海边赶着马车也要好几个月，路上马要吃草，人要吃饭，这笔花销可了不得。再遇到个老虎、狗熊啥的，小命都没了。翻山越岭到了海边，会发现这些原材料：虎斑贝、泥藻贝、阿文兽贝是要下海去抓呀。即便抓到了，车也装不了多少。返回途中还要穿越很多国家，没有通行证，那只能跟老家说拜拜了。如果顺利到了老家，进城前要再次检查，发现走私贝币，那就跟脑袋说拜拜了。就算你运气爆棚进了城，你的贝币也不能用，没有经过专业的打磨、钻孔、防伪认证，出去就被抓起来了。所以你要跟我去海边捡钱吗？不要命的那种。